那我们鬼头刀的料理的方式的话，就是它现在这个季节在我们台湾，所以我们的菜色会比较我们的台湾的口味。那像明年啊，它会有去哥斯大黎加或者是秘鲁，我们的菜色就会跟着当地的那个菜色做结合跟一个变化。那这就是我们 today 的意思的由来。